又是在新加坡的第三天了。第二天我们就去玩一些很好玩、很刺激的东西。然后第二天的内容呢，在他这里。Ken Ken， 可是变得太近，我胡子没有刮，那就近一点。然后呢，第三天呢，我们也是会去玩 Universal 的东西，然后就会玩一些比较白天的东西。白天最主要是要感谢 Resort World Sentosa， 他给我们 Unlimited Fast Pass 票。对，所以呢，等下我们可以尽情的玩咯。现在我们要去吃早餐，这个早餐就是，哎呀，宿舍昨天晚上我们差不多2:30才睡觉，然后很久我跟佩珊长了。一定要吃早餐，一定要吃早餐。不可以，我觉得这里的早餐很便宜。然后我经过，你知道我，其实我起来我也很挣扎，我还想我要不要起来吃早餐，因为真的很早。可是我想一下，你知道这里的早餐如果去外面吃要多贵吗？嗯，这个华德麦克早餐真的好吃，很好吃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去吃早餐。然后这个人真的是，哎，哪里都是他的家。你都要偷写出来。Okay, thank you. 他宿舍超兴奋，哎，怎么今天都是早餐的？对啊，今天人好多。给你们看，这边有这些 cereal， 然后姜盐。哎，我今天有可颂哎，今天有可颂哎。哎，是我。啊。我觉得 muffin 是这个口味。耶，我昨天的 chocolate muffin 没有，这样这 chocolate muffin 真的很好吃。然后还有烤面包、水果、yogurt， 还有一些零零杂杂的食物。这个是什么？咖喱 chicken， 还有南安。还有，你可以自制你的拿西冷吗？哎，今天不是拿西冷吗？哎，今天炸鸡不见了。哦哦。昨天有炸炸鸡，但是今天有 bacon 啊。昨天没有 bacon。So, 我们今天去拿我的食物。首先要烤两个面包，你要吗？可以啊。通常呢，我会烤两轮，因为两轮才有我要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 scrambled egg 一定要拿，热腾腾的耶 ，scrambled egg。你知道我要克制自己不能吃太多，因为我的胃不允许我吃太饱。我只要一吃饱呢，我的胃就会很难受。你这个人他真是很过分，他竟然给我吃披萨。你的披萨看起来飘摇，你看刚刚才成的，你看热热的又煎的，很美啊披萨。 Oh my god， 这才是面包该有的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呢只有我们两个人来吃，因为长乐跟佩珊没那么早。他今天的 scramble egg 好像不怎么样，比较水啊，看起来好像炒蛋哦。没关系，有鸡蛋就很好吃了。有鸡肉，虽然我吃的很简陋，但我还是很开心。我们现在吃饱饱，然后现在回酒店整理一下，毕竟有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准备，就这样吃下来吃东西。我要洗个澡，我等下就要去。顺便收拾拾一下行李就 check out 喽。check out 就去玩喽。就去玩喽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要出发了。Let's go. Goodbye, our hotel, Michael. 给大家看，今天我们是有服装搭配的，我们是绿白色。我讲好绿白色，你看我跟苏珊其实蛮 match。我们两个就是上半身、下半身不一样颜色。就是绿白色。绿白色。哦哦 ，Kitty。我这个白裤昨天穿了，因为我的短裤我烫衣的时候破一个洞，真的很。我这样一烫一下。你有拍照片是吗？给大家看一下。噔噔，为啥没有绿白主题？今天呀，当天是呀，可恶，可恶，这个人没有跟主题，就我们三个人绿白。长了也没有啊，有啦。你们那种绿白的主题是什么？只有绿色跟白色在身上。可恶，这是重点是绿白主题，长了讲。对。啊？我讲哎。是你要的吗？绿色那不是我选的，我讲绿白的衣服。那早知道我就乱穿了。这个人早上又吐又血，这什么？天选之子，天选之人，对，天选之人，报第三次了，就是昨天作恶多端的报应。下一我们现在要跟大家一起去 USS， 所以大家在那个 lobby 集合。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我昨天在水族馆买了一个东西，它是很 cute 的，你看翻过来哦。
就是笑脸，这边就代表我的心情。OK， 等一下要去玩，笑脸。然后看到蔡常勇就这样。哦，你才一个出生成球，突然。这是我们的 Express Unlimited。你可以玩至少10轮以上一个设施，可以啊，玩到吐都可以啊，玩到吐哦，真的会吐了，我就很好看的，是银色的 Express， 哇，看起来很不一样 Express， 对啊，来 Power Ranger， Go Go Power Ranger， 我们今天又要来战斗了，各位，希望你还可以战斗起来，请问你到底怎么了？战输了。你到底是哪一个？不是很厉害，很勇的吗？不是，他到底是哪一个步骤做错？我们的每一个 step 都是一起的。他昨天晚餐我们宵夜吃火锅，他吃了青蚝。非常也是有吃，你吃几粒？2粒。但是也不是青蚝，我们是用牛一样的。到底是哪一个步骤？你失落了，怪你妈妈了，工厂不好。我们现在来到 Seven， 然后买一个宝记丸。宝记丸哥哥，可以放他昨天的影片跟今天的状态吗？哇！外星人来了，外星人，海底生物来了。用手。我们很健康，耶、yeah, ，开心，幸好非常开心。开心，活该啦！开心，开心，活该，活该，开心，开心，无限轮回。你现在是肚子痛还是什么？整个人就是很软，对，很吐这样。正常又吐哦，整个人会软软有力。哇，各位你们看到吗？今天不懂什么活动，特别有一大群的狗狗 ，so cute， 应该是狗狗聚会，好可爱哟。哇，感觉今天人潮蛮多的哎，所以我们有什么讲一朵嘛？什么？因为我昨天才听他们讲哦，原来现在的新加坡环球影城哦，对，是3、4、5、6日开吧，所以12没有开，就是拜三嘛。对，刚好。刚好一开地铁应该很多。我们最著名的地球，来帮我耶一个。来，地球321耶，地球。那我们进到大门口啦，然后呢，我们昨天就是进了 Media Pass for 那个 Halloween Hero Night， 现在有开放9月30号到11月5号。如果要看 Halloween 影片，去哪里看呢？常有的 YouTube channel。真烦。听讲呢，除了 Halloween 啊，还会有那种圣诞节啊 ，Christmas 的。而且其实讲真的哦，怎么？我昨天就问了 Fast Pass 多少钱，他的 Fast Pass 加票啦。跟迪士尼的普通票是一样价钱，所以我觉得自己发算很划算。省时间。相对来讲，迪士尼可能会贵一点呐、啊。好了，我们要进去了。进去的第一步要做什么呢？做什么？哦，买法库。这是我们的 PayPal， 你知道吗 ？PayPal。你去问厂商要买什么？进去的第一步要做什么呢？大便。他不行了，各位。叮。谢谢。耶。哦哦。OK。Thank you 啊。好久没来了。我们上一次来是2014年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我青涩无比，也是短头发的时候，我记得那时候还有虎牙，然后红头发的样子。我可以放我之前的照片在这边。噔噔，我之前也是短头发的，你记得吗？哦，是，半年前以来短头发，半年后也是短头发，不一样的发色。这是没有病痛的人，病痛的人，没有病痛的人。哦，我们来找发胶。很可爱。Oh my god， 这里的真的好可爱哦，那蛋黄人呢？还有那个叫什么 shirt。就应该拿蓝色还是红色？红色比较可爱。真的吗？换红色了。就是它呀，去给钱。OK， 你选哪个？这个。不要选红蓝。哎，要选红色是蓝色，不如两个都选。哎，我不翻袋，再发现它。很 cute 哎。我就知道他选那个。恐龙咬自己的头。哎，很可爱耶。还要度啊，各位，还要准备哦。Thank you。
对，我看到了。拍下来了。哇，刚刚他的嘴巴是那个水哦，像水龙头一样，还不了。他怎样？我们要结束这个旅行吗？没有办法，他要跟我们继续这个旅行。哎，你可以吗？啊，想要告诉队长，我给你们看啊，那个长的够力哦。这个视角厉害哦。你要休息吧，我觉得没有得玩呢。他应该不会玩。我们就光光拍照呗，就让头箍给你一点色彩吧，了，只有这样了。你在嘴巴白，脸又白。我们去找长乐食物店。对，我们现在的计划已经不是在玩了，没有，还是要玩的，因为哦，他跟在下面躲门，我们发发神快吧了。我们要照顾一下病人。我们的乐乐不行了，他今天就在这里 shut down。他今天在 USS shut down。Shut down 还是一点笑脸。我们两个现在偷跑出来啦，长乐可能需要多一两个小时。我们会很无情吗？不会啊，还有女朋友啊。我们配啥就派他照顾咯。我们就来这边走走逛逛吧，来看看白天的 Universe Studio。 毕竟我们有 Fast Pass 被浪费。可是你要玩呢，要玩的话有点太过分了。Oh my god， 我们可以去看一些 3D 的东西。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很好，其实也已经忘记我们来的时候 Universal 是长怎样了，你懂吗？我不知道它现在改变了什么，因为已经忘记了。好吧，我们先来看。什么来的？我觉得应该是看什么电影之类的。反正我们有 fast pass。对，反正我们有 fast pass。Thank you。感觉是看电影耶。对，直接上去了。哇 ！fast pass 直接上去。长乐，对不起，长乐。我现在更加觉得好去长乐是对的，因为那 fast pass 真的很。那良心建议啊，如果要在外玩，就玩到最好的，最准，就是真的买Fast Pass比较好。各位，我们进来喽！长了，爽了！我们很这样的坏，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是玩什么的。感觉这个游戏是看东西宝啦。对，因为看到很多小孩子。可是为什么还有身高限制？不懂哎。我们玩过这个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我们来这里哦，因为我们之前都不是买那种 fast pass， 所以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会选最好玩的来玩，所以我们就不会花时间去排队。很可爱，那个很可爱。拜拜。哇！虽然里面看不出，但是真的是很好玩。设施，然后接到佩珊的消息讲长乐又吐了，第四次应该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带他去看医生会比较好，因为这边旅馆里面呢是有 clinic 的，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带他去看一下医生，不然的话我们等下七点半的飞机那个时长太久了。不好意思，虽然你很可怜，但是还是蛮好笑的，你太有喜感了。我们现在要去 clinic， 这个员工呢就带我们到 clinic 的地方，因为他讲这个地方很难走。到了，你这种哥哥有用吗？抢着，我们到。哎，里面有人哦，赶快有人看一下。可怜都穿了。我们现在呢就坐在 clinic 的外面等长乐。我们有什么话对你弟弟讲吗？希望他的女朋友佩珊好好照顾他了，反正还有女朋友就变我们的了。啊，没有，我们以后做人要善良一点。善良，而且我弟弟要招做那多端。哎呦，原来他们还没有进去哦。Thank you， 佩珊说 Thank you。虽然我们没有得进去，但我们还是收到第一消息。原来这是我今天的目的地。去，他这样子还可以 post 东西，应该还是不错啦。OK， 阿 U 复活了吗？还没有，药效还没来，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在最后的。哎，书生，你可以像个人一样复活。哎，我不像人，我上去玩了，我跟你讲。对，带上我们。
你一个人浪费我四张 Fast Plus 阿乐。我看你这样晕，我也是晕，很晕了。强了 ，mental shut down， shut down， physically shut down。喂喂喂喂！你讲他脱水，我也怕我脱水，我没有淹水。关你屁事啊！到底关你屁事？我们等一下准备要进去那个环球影城多一次，我们还吃那午餐，我们就走了。对，那个午餐是免费的，而且是万圣节了。我们已经想好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，后面的哥哥终于有用了。没有，我在拍 video 罢了。我的肉是 cam。你还是很没有用。他真的把那个力放我肩膀上面了。这个叫什么？再怎么生病都要进 universe 里面。我们又再次进来了。现在呢，我要帮他借个轮椅。怎么这两个没心没肺的人？佩珊，你很开心哎。Yes， 31号病床，这不是我的轮椅，这是你的轮椅。来呀！上轮椅啊，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不用走路啊，那工作就交给你啦。还这么重啊，喂，辛苦是我哎。轮椅的一天，我真的没有试过来游乐园坐轮椅，因为我们有免费的午餐，然后那个午餐又是有特别主题的，所以我们想说啊，不要浪费啦，还是进来吃一个午餐。给你们看一下 Halloween 有什么样的午餐。这个人是我看过最没有心没有肺的感情人。他弟弟生病的话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现在是 Halloween 的嘛。然后呢，很可爱呀，他的 Minion， 他的 Minion 很可爱，还有吸血鬼的，可爱的 Minion 包着木乃伊的。你怎么给一个没有力的配上队？好，我们轮流 ，OK， 现在是35分，你推到40分，我来推。好，你们一定没有看过长乐安静的时候，不浪费电池的时候，就是现在啦！看你怎么还浪费电池又浪费 memory 卡，这个满脸笑容是怎么回事？配上真的很开心。他长乐，我们是不会怪你的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。Universal Studio， 我们还是很开心的。这个就是 USS 现在的场景啦，就是他们要 Halloween 嘛，所以所有布置都是跟 Halloween 有关的啦。哎 ，Louis 这里啦。呀，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吃的 lunch 午餐。Louis， 吃披萨。Louis 现在因为赶时间，而且很多人排队，所以呢，我们不打算吃这个。披萨了，我们还是照片留念会好一点，要做纪念的。专业专业，我还在脚架相机来。啊，来买位买位买位，非常 bugging bugging。第一位，这里就是最美的风景了。cheese cheese， 哎 ，cheese， 看得到吗？你看。我们拍了一系列的照片，这是怎么酷酷没有得玩的 Express 照片。长乐，快点看一眼哦，快点看，快点看。我觉得他做出一个好处啊，应该互动多一点。对对对，他们在问他发生什么事情。Be gone, human, and never return. 这个应该就是抖音上会一直骂人的那种吧。And pledge your allegiance to me. 这个人，他弟弟生病啊，拿着轮椅，他就只是想要拍照吧。打卡打卡打卡，后面一点后面一点。Oh my god！ 哎，来，你要放哪背？很重哎，你的背。Oh my god！好吧，它还是有用的，对吧，佩珊？我想笑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比较清淡一点的东西，我只可以当拉拉队的份了，加油！重吗？他比你重不是妹？他65好像。你们现在有兄弟情了，我们这里要放一段。好，还是可以放一个兄弟情的感的音乐下。OK。要吐了。他没有力了。不行了，太难受了，现在连笑容都挤不出了。其实我该背他，该跟你弄。真的、啊，一直动他的肠。大家看到这边吗？有一个帅哥，还是开心的啦，背上笑嗨嗨的，你男朋友
在这边辛苦的要死。好啦好啦，原谅你啦，我们没有不开心哦，我们还是很开心哦。就地入睡，他现在真的快不行了，他连走一步路都不可以，造孽。我们现在很恩爱，我现在不能躺，我现在一躺就真的太辛苦了，想吐。我们的天使到了，天使到了，来吧。他非常不 OK， 我们的状态是看一下场了，等一下有没有办法上到飞机。他就是来吐了会比较舒服，所以他现在看一下他有没有比较好，我们才决定他可不可以上飞机。不然的话就是我跟昌勇先飞了。这个斜坡不简单哦，就是你展现的时候了，你很棒。你很有哥哥的爱，你这个时候会被大家冠上两眼冒星星的那一种，强勇好帅那一种。哇，这斜坡不简单哦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准备去机场了。你想要长乐还是硬要回美秀？对，我想说他就是 stay the night， 然后明天叫宝宝上来载他的。对。为了什么呢？为了他的新电话。不懂是不是因为电话的动力让他迅速复活？哦，这一集应该变成长乐的食物中毒之旅。没有，是我们拯救长乐之旅。给我们三个头上有那个光环。呀！你想想，如果没有我们，他多惨。他也不一个人来新加坡，好不好？哎，对。各位，我们那时候不是一来的时候就去租一个 WiFi 吗？不要用它，不要去租它。No。我觉得大家去 7-11 买那种 SIM 卡好过用，很便宜的那个。对啦，那 SIM 卡多少钱啊？15新币是吗？100G 啊，然后7天哎，然后这个一天是便宜啦，但是真的是一直没有线了，一直没有线，网络又烂，真的是不要用这个。Hello， gonna get down， 我们现在到机场了，长乐也跟我们一起上飞机了。书生现在做 check in， 然后我在新加坡长野坡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它有一整排轮椅是可以给你拿的，所以你基本上来到这边直接拿吧，看超方便超时尚了，时尚搭的是你。今天我们在新加坡自己还算是蛮成功的，至少我们去了新加坡 clinic 啊，去了很多地方，我觉得都不错体验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在机场吃东西，跟长乐椅子特别不一样啊。他现在只能坐轮椅，有比较好了吧？耶、yeah ！我们在前面嘲笑他的部分，你有挽救回来。我吃不了影片效果不好，我跟你讲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这边吃了晚餐，就等上机，上机啊就回家了。啊，长乐如果再不舒服了，再来去那个医院吊点滴。然后这边部分的不可以交给他自己处理啊。他的眼神真的是那种死鱼眼神。哎，佩珊哦，佩珊去帮你买绳子。哇，你看，全部为了你劳碌了我们。哎，我们来这个新加坡这么辛苦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可以把自己运进嘛。好嘞，我们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不一样的新加坡 vlog， 体验不同东西，很充实 ，right？ 啊，算充实啦。好嘞，小伟，拜拜，我们祝蔡长乐早日康复。